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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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哦，我找到可供采集的蛹源了，记得要保护好我派过去的采集艇。采集完毕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刚刚碰上了敌方虫族。工程车准备。女妖轰炸机通行已就绪。我要呼叫空袭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，准备派采集艇去采集钛化晶，别让它被毁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附属建筑开始运作。海伯利昂号。啊，棒呆了！滇超采集艇出发了，早知道就要采集艇上加些炮塔。 正在呼叫海伯利昂号，采集艇被炸了，采集艇被炸了，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工程车准。 采集艇正在返回，你一路上都要确保它能够平安归来哦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看，他们回来了，我的宝贝采集艇。哦，还有钛化氢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贝尔什说，很快就有其他蛹源可用了。别怕，只有我能听见他说话，你听不到是正常的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
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收集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当初在山洞里面，只靠一箱废弃物就打造出这些采集艇。我真的希望他们平安回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指挥中心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真的假的？敌人朝采集艇进军，跟贝尔士说的一模一样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升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研发完成。研发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海伯利昂号准备就绪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采集艇要回家了。指挥官，快指引那群迷途的羔羊，周围的狼群可是虎视眈眈的呢。可以出发了。发现逆风单位，我们需要设置侦察机制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附属建筑开始运作。敌人要攻击我们的基地了，提高警觉。真真高兴能见到你，满心欢喜欢迎你，耶耶耶！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不过我需要更多钛化氢才能进行研究。附属建筑开始运作。想瞧瞧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如果我是赌徒，我一定会立刻下注，赌更多泳员马上就要出现。如果我的口袋里还有钱的话。对方来了。啊，什么？对方竟然从贝尔什的翔翼兽身上吸取钛化氢，指挥官快救救他。也不是说非得这样做了，不过如果你想救那头翔翼兽，可得加紧脚步了。整装待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无法在这建造。出花喽！我觉得很好笑啊！我每次都这样喊，贝尔什都笑得很开心。女妖轰炸机空袭，准备就绪。啊！坏蛋来了。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帮忙！我的采集艇快被打烂了，我不想站在敌人屁股后面捡零件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毕。求救！求救！准备出动。想瞧瞧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方盟友采集艇正遭受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我无法在这建造。医生来了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阻止敌人破坏我的小宝贝了。
回家，指挥官会保护大家的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好吧，指挥官，那头翔翼兽快要死了，如果你有打算要救他的话，要快点哦。让开，我要活过了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被攻击了，医生来了。指挥官，给你报告好消息，采集艇带着钛化氢回来了。嗯，对我来说是好消息。我要飞到海伯利亚号。最好是好消息。最好是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是濒临绝种的生物。敌人准备要进攻我们的基地。升级完成。升级完成。我继续放手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升级完成。哦，乖宝宝，乖宝宝，你到家了，我好想你哦。老兄，采集钛化氢很辛苦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才收集一半而已。女妖轰炸机空袭已就绪，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突破技术五连即将开始活动了，我的采集艇都闻到了。谁要一些？工程车，准备出动！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医生来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准备展开。我无法在这建造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谁要一些？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展开，要突破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些采集艇好像在跟我说他们要出发了，不过可能是我搞错了，我之前被这群小坏蛋骗过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混蛋，我看到你们了，指挥官，他们打算攻击我的采集艇。哦，拜托一下，你就不能好好砍怪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海伯利亚号准备出动。准备出动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海伯利亚号出动了。升级完成。这最好是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整装待发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最好做些装饰带来。准备出动。升级完成。谁要一些？基地正遭受攻击，我们的太空工程车被攻击了，装满钛化氢了，采集艇即将返航，记得陪在他们身边，别离得太远。让开，要通过了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女妖轰炸机空袭已就绪。
做好准备，敌人要来攻打基地了。尤加班，可以出发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想瞧瞧我的厉害吧，小子！升级完成。尤加班，可以出发了。采集艇回来啦，快来看看我的小青青，是太华金的青。准备出动，升级完成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冲冲冲！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谁要一些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万岁！采集艇平安归来了。贝尔什，看来这场赌局是我赢了。哇，看看这些钛化金，全都是我的。指挥官，只要再一点点就够了。啊。看来他们又抓到一头翔翼兽了，指挥官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要抽干翔翼兽身上的钛化金，用不了多久。如果你想救他，动作得快点。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喷发了，指挥官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报告指挥官，采集艇出动了，拜托，拜托，别让这些小家伙出事。女妖轰炸机空袭，准备就。敌人明显是想攻击我的采集艇，哎，别让他们来捣乱。基地竟然攻击太空工程车，最好将些装饰带来。准备出动，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指挥官，贝尔什翔翼兽很快就要死掉了，再不快一点就没机会了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谁要一些？竟然攻击太空工程车，太没品了。让开，要突破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吧，小子。准备出动。那头生物的钛化金被抽得一滴不剩，贝尔什一定会非常愤怒。好啦，小宝贝应该要回来啦。指挥官，我很需要这些钛化金来做实验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海伯利兰号就绪，准备出动。侦测到敌军攻势，他们正往我们的方向前进。遭受攻击，
竟然攻击太空工程车。准备出动，海伯利扬号即将抵达。最好做些招式带来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谁要一些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继续动手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要被埋在这儿了。女妖轰炸机出现，你就去。女妖轰炸机即将抵达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需要更多的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能够完成研究，离开这颗鸟不生蛋的岩石了。啊，抱歉，贝尔奇。